要打科士岛来损害的权益。他们打科士岛有什么成分在打？可是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吧，打别人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可是你上次到法南区，他是被批评说你们是行政部门，那别来会不会担心？菜市场不是谁都可以来吗？请问有什么行政部门的问题？